你有没有什么要？哦，因为看一下，好，你想一下的意思就是，那你就不用讲。好，你到没关系，这个我们到时候会在，哦，那看的时候有一些会再跟那个你们的负责人，哦，再做一些协调。有了。来，就是你们在跳的时候，就是要注意，就是说，如果说今天你们前面在跳，后面是站着的话，要么就是蹲下。要么就是说他可以跟着打节奏，不然在后面这样站一排，我刚在后面看就是后面不知道在干嘛。然后那个拉婷冲出来的那一段，女生在旁边嘛，就是要么就是蹲下。我们那时候在台下。哦，你们都在台下。我们在换衣服。对，然后就是要注意一点。然后另外就是说，就是要 enjoy， 对不对？就是要 enjoy。好。最开心就是 enjoy 在这个舞蹈中啊，对。然后我觉得其他没什么问题。很厉害。